机智问答节目《电脑大战人类》。IBM 最新的超级电脑华生最近在美国机智问答节目挑战历年冠军。这三天长的终极冠军赛，目前是电脑遥遥领先。这并不是第一次电脑挑战人类了。也是 IBM 创造的深蓝电脑1997年打败了世界棋王卡斯伯洛夫。可是华生电脑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不但能了解人类语音结构，还能储存15兆位数的资料。如果华生可以胜出的话，其他的智慧机器可能会出现在各个电视节目，到时候人脑可能就落伍咯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。 Get Animated.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.